我今天参加国语演讲比赛得了第一名哦。真的哦，哦太棒了，妈妈做礼拜天请你去吃麦当劳为你庆祝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妈妈。走。这条花莲人才有爱咯，安尼住伫台湾，啊，着好势好势，啊，无代无志啊，就带去美国汉远，唔知要创啥。美国感觉着有较好，我着唔是。哎，就细汉着唔捌离开过，啊，带去甲遐去，哎。这条花莲人才有喜欢，哎，真正是安尼哦，真无爱伊去啦。啊，因老爸老母啊，讲美国较好，要带带去遐做美国人。啊，咱嘛是无法度。小姐来，来阿妈家坐。阿妈这条破链给你挂哈，给你提起你国，熬读册，熬大汉哈。阿妈，为什么戴这个？啊？阿妈，他是在说你去美国念书要努力读书啦，他金链子给你戴啦。阿妈，我不要去美国，我们学校没有人去美国呀。哦，你唔爱破脸哦。啊，无明仔载，阿妈带你来去百货公司买一支金笔给你，给你摕去美国写美国字，安尼好唔嘛？啊，唔免啦，囡仔人恁大汉拢顺意啦。小青啊。妈甲你讲，你去美国打电话转来哈。什么？爱三岁打电话转来，甲阿妈讲，阿妈哦，上迄航空的吼，就甲你寄去哈。阿母啊，啊你嘛哪三岁的囡仔？小天啊，打电话给你，伊讲你听无啦，啊你讲伊听无啦，会是安怎哈？那是美国长途电话呢，不是市内电话呢。哦，啊，话听无，听一个声嘛好啊。电话钱无偌多，我出啦。都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啦，小金是要去美国读书，无啥通好操烦的啦。有啥代志，阮来找就好啦。啊，准出事到当。唔捌离开一卡步，话听无，听一个声嘛好，安尼咱较袂新闻啦。阿妈，什么新闻？阿妈为什么不会讲话，不会讲国语？我不知道啊，你问他。阿妈，你不要一直讲台湾话嘛。老师说台湾话是方言的，在学校说，在学校说方言的要罚1块钱的。哎呦，阿金啊，你是要跟阿妈讲啥啊？你孙啊，要甲你问讲，你是安那袂晓讲话啦？哎呦，我这个话，啊，准出事到呾，讲70多冬啊啦。阿金啊。啊！你细汉就会晓甲阿嬷讲即落话，佫会晓唱台语歌呢。啊，阿嬷即落话毋是话，啊无是啥啦？
不是讲你哪不要像人安尼讲国语啦？像人讲国语，迄落话阿妈食老学袂会啊啦。我甲你讲啦，不是老无老的问题啦，是要学唔学有决心无决心的关系啦。你看人阿舅啊哦，甲你平平七十六哦，古早阁是无读册，人学啊会晓听会晓讲。我捌甲问过哦，人伊连电视嘛看有呢。啊，去年老人会开迄个国语班，你叫我去，对啊，我嘛是有去啊。真好啊！哎呦，迄落话哦，叽叽夹夹啊，学无就是学无啦。啊，你无路用啦。啊，哪会知古早？咱这个话都真好用啊！迄个哦，安尼来来去去，迄店内哦，安出出入入，拢嘛会通。啊，奇怪，即马开改甲变这个款去了。咱若伫店内吼，一句话出出哦，吼，迄小姐啦，目睭正大蕊哦。阿你家你赢了，咱是买买物件呢。哦，到有讲唔对话哟，即马连伫厝内哦，甲孙仔讲啊，十句又一句，啊又出呢哦，才拜托媳妇做同意啊。在哦，人古早人咧讲啊，囡仔人有耳无嘴，即嘛是老岁啊，无耳也无嘴，囡仔较害哦。哎呀，我们不要理他。妈妈今天股票赚钱，我带你去逛街。